也不是荣家，也不是 Beyonce， 也不是吉娃娃，哎，你喜欢我吗？我以为我会喜欢小薰这类的女生，但跟她在一起，并不让我觉得快乐。虽然你一直惹我，但是我没看到你会更生气。那你是喜欢我咯？要逼我说出那两个字？那你只要点头或者是摇头。如果你喜欢鬼鬼的话，请点头。我就知道，我坚持到底，一直喜欢你，果然没有错。可是，我癌症。你怎么知道我得癌症？丫头，你不能怪他，错的人是你，你应该跟大家说的。我说了，是因为好。说了，你会喜欢我吗？还是你是因为我的病，你才跟我约会？这是一个契机。是因为同情我才约我的吧？的同情。如果只是同情，要被你拒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不爽。你是真心的想约我吗？如果你是真心的话，请点。可是我得了癌症，快要死了，你不要喜欢我了，不然你会难过。来不及了，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。我是要难过的，但是在剩下的日子里，你还拒绝我的话，我会更难过的。我不会拒绝你的，我是，我不会拒绝你。那就好。可爱的鬼鬼会得到癌症，鬼鬼，鬼鬼，鬼鬼，你怎么得癌症的？老师，你怎么可以偷听别人说话啊？不是啦，我是在给鬼鬼送牛奶，不是故意要听的。鬼鬼，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没怎么办啊，老师。你不是教过我们生命总有尽头吗？只是比较早一点了。话是这么说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这么悲惨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？发生都发生了，是也没有办法。不过阿乐老师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事？
我得癌症这件事情你要保密，不要跟班上同学讲哦，拜托帮我保密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大家如果知道我得了癌症，一定会跟你一样难过，我不想看大家都这么痛苦，所以你一定要保密好不好？这个老师拜托你啦。好了，我帮你保守这个秘密，但是要是到时候有人问我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只要我们都不说，有谁会知道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可是希望到时候真的没有人来问我。快快！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《唐诗精选》里面的第一首诗，大家跟着我念哦。国破山河在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恨别鸟惊心。你有必要这么难过吗？没事没事，那个啊，是因为那个对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要面对那种国破家亡的心情，所以他就会很难过哦。那我问你，那老师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老师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烽火连三月，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不要问我怎么了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你看，我很好，没事，继续。白头搔更短。鬼，你不要讲到鬼这个字，你不要讲到鬼这个字，怎么让我更伤心？你呀，你是不是想问我鬼怎么了？我答应过他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老师。不要逼我！你们都不要逼我！就算你们怎么逼我，我都不会告诉你们。别跟我讲的癌症即将离开我们的世界。